吃对面红，但是前提就有一点，对面肯定会发现我。黄怒就在你手心，放开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换个扫描，我觉得帝王般的开局应该是不太好开。不是我最想要的。对面红能给个眼吗？我诞生扫描换一个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来个帝王般的开局啊！全军出击！不知道有没有眼，我想偷对面的鸡。我该听谁的呢？杰大师，还是一把妄自尊大的农具？救一下！我应该用平 A 补的。上的每一种武器，一把喋喋不休的蠢物件，会例外。积累啊！积累啊！拿个蓝嘛！帝王开局已经有了，拿个蓝。不用交闪，交什么闪也死不掉。漂亮，拿对面炸了。这回他妈，我操，拿炸了，那是真炸了。直接拿红。我让你走，你就会死。毁一败涂地。我是你哥。他不会再偷我红吧，兄弟们？我有点慌了。哇，他把我红偷了，讲道理，那我不赚的呀，那我怎么是帝王般的开局呢？他交闪了。这个剑圣会玩啊。其实这一波队友应该帮我看一下我的 buff 的。到底拉亚斯特是什么意思？无从。那就不赚了。扫描一下。这人节奏很好呀，我靠。小太会玩的，这个人其实会玩 W 卡双刀。坏了坏了坏了。我刚才我偷完红直接去拿红就好了，我不应该拿我的蓝。偷个三郎。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。我的 E 呢？我 E 没放呀，炸了呀。得抓人了，我节奏坏了，我这把得抓下了。刚才我被对面下路抓了，就是追了很长时间，浪费了点时间。但是你们前期可以这么开，挺赚。背他，我操，被塔杀了，没事。那我节奏坏了，我节奏有点炸。可以打破平衡，我选中了你，所以你将由我驱使。有点小亏，前期核心没拿。感觉他应该在拿下路核心。
我该听谁的呢？杰大师，还是一本望自尊大？看那个河蟹能不能拿，能拿就赚了，不能拿，那就血亏。现在只能等我变身了。抓下可以，下路一直打下，好抓。中路可以抓。我选中了你，将毒物驱使。可以吧，血赚，放他推波线，他没有蓝了，放他推线应该不过分吧，升个四级。哎，漂亮，无处可逃，剑圣在下。 Nice， 这老鼠会玩，老鼠会玩的。我来重新开局偷大红，但好像来不及。复活了，复活有家园卫士，感觉应该来，不一定来得及，看能不能投，能投赚了。我才是武器，你只是工具吧。谎言会让，好像来不及，我操，大凡。不是吧？还行，来得及，那还行，赚了。确实很行。又有大来了。干啥呀？不亏呀，攒点攒点能量，不亏的。他不会想偷我蓝吗？这个人。我诞生于一代死气沉沉的耳朵，而我便是唯一的解药。他要偷我红去了，这咋办呢？我现在就很纠结，我去拿红呢，还是去干啥？插个眼呢，插个眼，不插眼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漂亮，下路已经打得过了，先到六吧，先到六。我的红应该没了。哎，红又没了。你会因此困扰吗？他不插个眼啊，我好。是计划。反蹲一下剑圣，应该会来。我已等待。他应该在偷鸡，剑圣。要将现实浸没在鲜血里。哇，真的没死，我操！哎，我好气啊！铁子兵。亏了，我这把变红铠吧，不想变蓝了。卑躬屈膝的奴才，我来当你的师傅吧。这把我节奏都乱了呀。开眼，开眼。发野了，混着血的味道。那今天就是出关的日子，还是老老实实刷野了。这前期的话，节奏太乱了，感觉只能抓下了。等待了上万年，要将现实浸没在鲜血里。吹。接着推，没有我，你胜仗无望。
漂亮，赶紧推倒，变红海吧，这把当工具人了，这把我不想变蓝海了。嗯，那我偷小龙，看能不能反他一个石头人。溜了，来小龙啊，还要打是吧？来来来，穿墙。先推塔行不行？嗯。ADC 无敌喽 ，ADC 是无敌了，变红海了。我有些嫉妒。我太喜欢这招了。他们的记忆可以装填大地，吞噬墙壁，黑化一切。变红海了，抓不下。上不来，干啥呀？好好看看啥呀？治疗都放了。哟，我这把游戏体验太差了，真的。嗯，再来，这次他们要死了。这个游戏体验真的太差了。队友游戏体验差吗？队友游戏体验他一点不差，我讲道讲道理。我还想来吧，海隐。这把的话，其实感觉还想来一把，来吧，打野。这把帝王开局其实开的挺好，但是没人守红，你知道吧？插个眼都行。扫描，20秒钟大，不蹲了。野区里的话可能干不过他，可能干不过剑圣。红海带电血吗？这把没办法了呀，这把炸了呀，那只能带变红海当工具人了呀。上路，大呢？准备 K 头啊？你的大师准备拿来 K 头啊？可以。红海打入还是厉害的。我怀念这刻太久了。照一下。这个逼。十级了。算了，反不了。反不了也。
还不走。我跟剑圣的话单挑的话，剑圣能打得过我吗？感觉他应该不一定打得过我吧，我只要注意用 W 打断他的回血。漂亮，红海打团还可以啊，对了，答案是否定的。我操，砍人这么痛啊！科学，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啊，兄弟们，太下饭了。这个人伤害这么高啊！原来死亡是这种感觉，幸好我永生不灭。十二级了。对。画一下，好吧，刚才那招不行，带个真眼，下线买个血手吧，肉一点，不然的话没啥用。现在只能出肉了。刷野了，刷野，哎。漂亮。剑圣交闪过来砍人吗？这么好，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哎，赶紧打完下一把，确实很难受。刷野了，刷野了。我太喜欢这招了。
怀念这些太久了。现在干啥都是错的，还是刷野，稍微死了要被过了，飞了，飞他吧。我溜了，我溜了，先升个级吧。嗯，咱先把这把游戏赢下来吧。这把如果赢的话，再玩一把啊。输了就下播。这把赢了再来一把凯隐。我凯隐不菜的，兄弟们，我凯隐真不菜的。这把的话，没发挥好。这把没发挥好。好，可以，那再来一把。下把了，再来个帝王开局。再来吧，再来吧。